据目击者称，当时一名送货员正驾驶一辆货车在乌克兰卢特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行驶，迎面开来一辆蓝色卡车，开车上还载着两名乘客。当卡车司机发现迎面驶来的货车，还企图转弯躲开他，但是最终两辆车还是相撞了。据现场画面显示，白色货车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车门被撞飞，货车司机几乎被弹出车外，路人嘟嘟赶来帮忙。不过这名司机似乎吓得不轻，一直呆坐在车上不敢动弹。一名目击者说，出事前我看见货车在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我们都认为是货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才导致这一事故。事故发生后不久，乌克兰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将司机和乘客送往医院。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重伤。